山上，其实前面已经有很多昆虫，所以那第一时间我没有意会到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？我想到是蟑螂啊，然后这样拍，然后按了两张之后，然后就爬来我这里，好可怕！然后我就摸下来，它就这样在我的外套上，我非常认真这样看着它，很久，就知道是蟑螂。我对，吓死！所以我看一下，然后很确认它是蟑螂之后，我才开始大叫，而且它是会飞的，飞啊，它就是飞进来的。然后我就看它这样飞走，然后飞在地上。哎，它就是蟑螂，它就是六只脚上面有一点毛，然后有触须在那边这样。那是可以报告摄影展的照片。真的，可以。瞬间，我瞬间就想挖掉。然后我那一瞬间开始，我就一直很焦虑，我就弄朋友说，我觉得我眼睛过敏了，我觉得我的脸好痒，我就这样，我一直觉得有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要，就是我的这脸要烂掉，太恐怖了。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擦，因为开始安慰我说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有人说有人跟蟑螂很像，然后我为了说服我自己，我就开始上网 Google 找了所有品种的萤火虫。对，但是他们知道是看完之后没有啊？如果是看了是萤火虫，就可以释怀哦。但是看了所有各国的，对，但是它真的不是萤火虫，因为它很大。对，因为萤火虫的触觉也是那样，这样子。我所以你现在很懂蟑螂，我现在，而且我观察的很入微哦，因为我真的。他有飞走，他说是很重哎，意外的，而且你没有把他打死，我不敢打，谁敢打？就你突然发现，你才会整个就是说，吓死，很恐怖哎，我无法自信。哎，我有一次跳硬的时候，有一次蟑螂掉在脚上，球场蟑螂，球场蟑螂，有一阵子超多蟑螂，然后他掉在脚上，然后是球迷一直跟我说，然后我开始想说，我说他们到底在干嘛？他有在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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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在